Hello， 朋友各位，我是峰峰。我们今天要玩的就是 Minecraft， 没错。然后我们要玩的就是，就是类似那种监狱逃脱系列。然后这个是叫什么？Pink Prison's Escape， 应该是同一个作者了。就是之前我玩过绿色、蓝色，还有那个颜色忘记了，紫色吧。然后这边这次就跑出了粉红色，有色系的，所以我就跑来玩了。哦，好，那个 Modern 现在的 loading 是这样子。好，现在真的都是粉红色的啊！天哪、啊，好了，然后都粉红色，然后是由 Shinies 所制作的。这边应该就没什么东西吧 ？This map is for single player only。然后，所以如果你是双人想要玩的话，就 sorry 了，不行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Hey，I hope you enjoy。我希望能够享受在这里的时光，是吗？上锁了哦，因为这个地方是 1.15 的版本，所以有些东西都是比较新的东西啊，就是对，就是比较其他东西做出来。这边上不去，这是什么？该不会我知道又要解这边的锁？羽毛，被做成羽毛了。什么 Clink 大师交换 can be placed on the pink wall， 只能够放在粉色羊毛上，真什么都没有。竹子有用吗？直接躺。他有说可以躺吗？等一下，还说不行，我不能躺。有，过来。红色的钥匙。OK， 有啊，现在我这样可以这样蹲过来，还是一直都可以这样子，没什么印象。打开，又是竹子，我竹子可以做什么？等一下，看到。历史哦，换成碎石。我换成碎石之后呢？好了，我现在不晓得这一方面的东西真的很刻板啊！我知道我要做剑石啦，把这关掉。东西都起了，当然是就做成剑石好了。我头上的帽子，他竟然不会跟我收帽子，这点很奇怪。照道理讲，嫌犯那一类东西不是应该都会被……然后回到刚刚那个地方去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地方没有错。我逃出升天了、啊，然后。啊，这一定是什么碧琪公主的牢房之类的。我要拿粉红色的工具来走这里。如果我要拿粉红色的，啊，好吧，我先拿弓好了。哇，这样，已经有。无限剑士，这么快啊 ！Clear arrow， 不是啊，不是应该都射到了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是在跟我讲说能射应该要射的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对，这边是要我射的，可是我哪知道它的白色是什么意思啊？白色那我就先按照它写的方式弄好了。这边，然后这边一个，看起来没有什么反应哦，所以应该会反过来。过了。What？ 变侧面啊！天哪！
好像过了。接下来是三连弹，这是什么？What？ 那么刺激！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！啊，我靠，还要跟瞄准有关哦！啊，等人灯之后嘞？我获得了什么？啊！我可下去了，是考验是不是？剑的考验。啊，所以我要拿这个。啊！哦，好痛哦！天哪，这是什么 ？Reset。Can break with， 我可以把粉红色的 Iron Bug 清掉。喂、欸，让我拿到。不是吧？这边要我自己建立那个，要寄回去是不是？然后这边，啊，没有跳上去，哟哟，怪了，好，这个就比较简单了、啊，天哪！等一下，我是不是讲太快？我听你在放屁。跳跃力太久没有玩这个，跳跃力整个减弱到整个垃圾的程度。那一块的那个，好，所以我就可以回去了。哦，是啦，回来了。所以我就可以回去了。哦，这边就获得了两个神器类的东西啊，啊，真不错。我回来了。那这边这个，这是我室友吗？也一起绕跑了，狱友。绕跑了，脱离碧姬公主的手魔掌，这是什么？我就知道，那个还真的是，那个真的是密码啊！天哪，哦，有点怀念那个黄蓝橘青，对不对？黄蓝红青橘啊，黄蓝红青橘啊，那边就爆掉了。哎，不对啊，这样子的话我还有东西要用啊。这边没有下去了，我这边没有要做的事情是不是？是 啊，这边是解掉了一个啦，这边的确是解掉了一个东西啊，可是其他嘞，法布嘞，
啊。哦，开了开了开了，切，没看到这一段啊，切，这外面没什么东西啊，好歹用点建筑吧。这是什么？来过来。忍不住跳了，要对自己的剑那个有自信啊！我没有啊，我没有，我对弓箭这一方面没有自信啊。我有暗跳了，我其实是有暗跳了。哎，我不像这个东西有缓冲啊！有了有了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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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错了，完蛋！是这个地方啊，跳这个区域啊，糟糕！对，很好。等一下，啊，等一下，这后面这个东西我要怎么？先等一下，这个东西难道是叫我隔着它要跳过去吗？这个游戏的调性可能啊，可是这个也太困难了吧！啊，过过过过过，好，好，好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 ，OK， 呵呵，我没事，啊，人好起来了，好了，好好，下一关，好吧，只要不是刚刚那种，不是刚刚那种调调，应该没事情。这是什么 ？To unlock these red glasses, you need to find and press all three gold buttons.在这些房你要解锁中间这个红色玻璃的话，你必须把这三个房间里面的金色按钮都按下去，所以有三关是不是？我这样会啥？啊？哦，好吧，这个比我想象中要长一点哦，可是因为是。等等等，太快！按你说的 button 在哪里啊？啊，在那里！还可以旋转哦，旋转跳跃啊！还有金色僵尸、金头盔僵尸。好、啊，过来。哦，这个很漂亮哎。Great job, just two more to go。不行，你让我下去啊！哈哈，差点死亡，差点就死翘翘啦。Jordan， 啊呵，唱 Revenge 的那一位已经变成怪物了。怪物，这是什么 ？Gold， 我需要绿宝石。请问你这边是哪来的绿宝石可以给我 ？Spice， 这边是它的甜酱跟辣酱。我哪来的绿宝石给你啊？这边找吗？糖？小麦？啊？我现在有糖跟小麦了，啊，后，可是我后面没那个。
我要做蛋糕是不是？现在东西都起了，所以我可以直接做蛋糕了。可是我蛋糕啊，他想要蛋糕是不是？他喵的，我在这边，除非我自己的蛋糕的做法，要不然的话什么都不讲。等一下，我没有鸡蛋，我还缺一颗鸡蛋。蛋呢？修蛋机了。我缺一个蛋，缺蛋啊，哪没用？哦，蛋在这，好好好，开始觉得每一次他的那个监狱逃脱都开始在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。可放置于钻石方块 ，OK。那这个呢？铁桶呢？不啊，这样之后我绿宝石这一颗我是拿到了。我是拿到了一颗啦啊。拿到了之后那另外一颗我是从哪拿 ?Sweet sauce。把 Sweet 要放哪里啊，给谁啊，哇，这真的是我看过最棒的蛋糕了。你是怎么知道我喜欢甜的呢？看起来 Jordan 很享受他的蛋糕，很享受你做的蛋糕呢。你做了一个非 你做的非常好。或还是说你其实并没有。Oh my god! 我的舌头燃烧了啊！看起来那个，看起来那个辣味让 Jordan 停止了呼吸。做得好，你现在是不是杀人犯了？他喵的！等等啊，这个是要干嘛？黄金头盔呢？然后呢？啊、有其他路在这边走。是要把东西丢下去吗？In order to activate the golden button, you must put a moment. 我要带上去。我带上去了，不但是放上去，带上去，我把它想成太简单的那个类型。糟糕了，这该不会是红石解谜吧？哦，就是。我的卡槽。你获得了冰块，你也许可以用这个东西做些什么事情？做些什么？没丢上去了。OK， 结果这是最简单的，就这是最简单的。哎，我去做比较困难的。哎呀，爆掉！啊，敲坏它，然后上去。
走，都会回来。来到哪里？哎，他跑过去。哎，室友啊！哦，你来了，我还以为你没办法做到呢。我们还差一步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。我们只需要放置一个 TNT 在这个东西上面，然后他就会把这边爆，他就会把这边引爆，然后给我们一个逃出去的路口。我现在可以让我们做一个 TNT， 但是我没有任何火药粉在我身上。你有看到这边？你有看到我身后这个房间吗？这是房间吗？你必须到那边，并且收集到五个火药粉，才可以才可以引爆它。但是同时，你必须要小心这些恐怖的生物，因为他们可以把你一击秒杀。我会放上一个 knockback on， 我会放上一个警示铃，是不是？哦，击退啦！现在你最好就是一切祝你好运，然后去那边，并且帮我收集五个火药粉，小心那些警卫，不要让他们碰到你，不然他会把你干掉。你也不要想着把他们干掉，并且因为他们是不死身，不死身的三元，好吧，好吧，啊，这又没有，我过不去。吓我跳！哦，吓死我！我靠！喂，讨厌这个！滚开！啊，我死四次的话，那就要整个重来啊！拜托你一开始就讲完好不好？说实在话，他是都干掉了。有 bug 吧？我好爽，干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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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意外的很北七的这一段啊，可是说实在话，的确蛮这一段蛮讨人厌的。是绝对不喜欢这种，啊！可是至少我把它干掉了，那没事。不是我干不掉的吗？这就还好，我拿四个。说实在话，这个以一般状态下面，你不太可能过这个，除非把它干掉。货真价实，这个东西如果你不干掉，说实在话，你真的是过拿不了。
好了，做得好，现在 都拿到了，赶快拿过来给我，我们一起来逃出升天吧。他在制作是不是？所以我要怎么给？一次给他吗？试试看好了。是哎、欸，好了，现在放上去吧，我们赶快绕跑喽。哇，看这罔顾我的人命啊！天哪！这里，非常感谢你，我永远都没有想到我可以离开这个地方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我的旅行还没有结束，因为我的兄弟还在危机之中，他需要我的帮忙。我听说他已经被困在这个，他被困在所谓的黑色监狱，还没有做出来。如果你觉得你可以，如果你愿意来帮我的话，那我很欢迎你来帮我一起来救我的兄弟。所以啊，就结束了啊，终于哦，他喵的，那只僵尸真的走很快，我的瞄准又不是那么好的那一类型。Restore man。Man， 你光是会走过来这一点，其实我觉得就有压迫感了，因为我的跑酷也没有很好，在跑的时候就会有，我就跑跳的时候，我就自己就会有点小问题了。那多只僵尸一击必杀，跑得又那么快，能把我弄死啊？虽然说最后面莫名其妙就被我射死了，这是不幸中的大幸。好了，就先这样子啊，感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就下次定时再见喽 ，See you。